有些东西虽美丽悦目，却是陷阱，能叫人万劫不复。有时一念之差，铸成的大错难弥补。对与错，应坚决地说不。人的一生就好像一幅拼图，东拼西凑寻找所有的幸福，一心想追求完美，结果却伤痕累累，生命拼图也变得支离破碎。又是一念之差铸成的大错难弥补，对与错应坚决地说不。人的一生就好像一幅拼图，东拼西凑寻找所有的幸福，一心想追求完美，结果却伤痕累累，生命拼图也变得支离破碎。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无人地图，越是追求心灵越虚空，所做一切就像在不凡。人的一生就好像一幅拼图，用红纸所刺的符是人不足，不会带来任何犹豫或痛苦。何不让它来介入，何不让它来重组，在它那里有最美的蓝图。用红纸所刺的符是人不足，不会带来任何犹豫或痛苦。Oh,